大卖场。
要花550块，每一颗解冻都有10元硬币这么大，哪有漂亮？哦，每一颗解冻都有10元硬币这么大，哦，哪个家？哪个地方？对，买回去先用先用小的，买一公斤，卖公斤啊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最后一箱，卖一百多万了。
好，尾巴的部分哈，楼上。
2块、3块、4块的尾巴，楼上怎么料理？1块切成2等份，4块切成8等份啊！猪蹄料理是跟皮要配，鸡蛋是两个配。Thank you.